哦，太棒了！我记得上一次在这个地方演出，应该是去年来到 CHC，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康牧师、一平牧师还有整个团队一直帮我们祷告，希望哪一天我们 FR 不是三缺一，是百分之百来服侍上帝。让我们给建林老师一个最大的鼓励，好不好？嗯。是，谢谢老师，你来是我们的荣幸，欢迎你每次都来。谢谢。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当一个基督徒的歌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真理，可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诱惑跟压力又比一般人更大。所以其实这两年多，我跟飞我们到了台北的一个叫做新生命的教会，呀、yeah。当然也是这个台北，我想是关系跟 CHC 最好的一个教会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我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康牧师所举办的脱颖而出 Emerge 的比赛，在台北。那时候很多的信息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当下我跟飞就觉得说，我们虽然在演艺圈虽然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两个都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我觉得这个委屈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而且越来越坚强。对，其实这一两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的两年，尤其是去年开始，我们教会开始做彩虹天堂这个平台，就像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大荧幕上面的这个剪影。对，是新生命的彩虹天堂的一个平台。它是什么平台呢？它是一个希望可以借由彩虹天堂这个机构，可以接触很多很多的社会上的各个行业，然后把我们的创意跟他们做连结，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像我和阿庆艺人这样子的角色，我们其实虽然我们是艺人，可是我们常常参与牧师同工的开会，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平常都在台上唱歌，要我们坐在那边开会开三个小时是很累。但是真的很感谢主，如同飞说的，在这一年多，包括跟红 Vivi 是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的小家长，这小组长，然后不断的带领我们两个突破。对，所以从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学习到一个基督徒的歌手，也要学习分别为圣，在从小的地方就要选择。这个世界一边是上帝，当我们选择上帝的路的时候，神就不断带领我们突破。那我记得最好玩的是在教会里面，我跟飞我们也被安排了，就是要这个排椅子扫厕所，那我们两个也亲自的去擦去扫厕所。当我发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不太习惯，可当我们真的做，我发现我们更爱教会，也知道教会每个同工的辛苦。对，接下来我们正在筹备的一个东西就是福音的专辑叫做信心地图，那是我和阿庆我们抽空出来决定要跟教会一起完成的一个意向。那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还让很多在彩虹天堂里面表演比赛脱颖而出来的青少年有特殊才艺，或者是真的很杰出的，我们让他能够参与在这个专辑里面。对，然后之后会跟我们，就是像我和阿庆也有在里面有很多的歌，还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歌手。对对，那真的很棒的是，我相信上帝不断在这几年透过康牧师的文化指认，跟我们要进到校园、赢得合唱、进到这世界里面，真的很鼓励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歌手。其实我们都非常感动，所以这次其实这两个月，我跟老师说，我们其实都在做我们的新专辑。可是康牧师这个活动，我们就非常希望能够来，所以我们待会昨天晚上就来，明天中午就必须要回去就录我们的歌。可是我觉得今天，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棒的夜晚，希望我们的音乐，谢谢。希望我们的音乐，包括未来我们创作的歌曲，跟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台上的光鲜亮丽到台下的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做神的见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接下来这一首歌，希望你们喜欢，叫做《月牙湾》。
来就没得急，我从半路看回去，就尽管慢慢和委屈，梦想成功的喜悦，包含了多少的差异，爱情像一滴油漆，我会找寻到的离开，月牙弯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跳不但不留下，这害怕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不可以一直谢谢 FO。